我是一个身心障碍者，那无障碍的环境是对我是很重要的。那我到了全国各城乡去看，差距蛮大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一直在这个偏乡呢，在继续的推动无障碍的环境，希望让全国的身心障碍者都能够有一个很舒适、无障碍的环境。走遍大小城市，跨海县镇，施庸牧带着福音使命，为了脊髓伤友权益，不辞辛劳，到处奔走。过去的施庸牧曾经分发至总统府宪兵队，如同礼兵代表国家门面。当时英姿焕发的他，却因为一场车祸，婚姻破碎，人生骤变。这还好吗？好，慢慢的。哦，好。那你晚上要弄什么给我吃？因着信仰，他重启第二人生。在为上友服侍的过程中，上帝赐下一颗有相同心智的美好伴侣，两人同心为身障者发声。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。今天我们现场来宾是脊髓损伤协会的理事长。其实在过去呢是国军啊，是个宪兵，正值身强体壮前程大好的时候，发生了一场意外车祸，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。欢迎庸牧哥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所以在发生车祸之前是宪兵。是哦，小的时候就特别想要从军嘛。因为我从小是在眷村长大，哦，所以受这个眷村的环境的影响，嗯，因为我们里面很多都是军人，对对。那我们家小孩子又多，那私立学校的学费当然就是比较的高，对，哎，我爸妈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要负担这么多学费，所以你们家孩子几个啊？其实我妈妈是改嫁给我爸爸的，哦。那她嫁给我爸的时候，就带了我哥哥和四个姐姐过来。哦，这样就已经五个了，然后后来又再生。那我们家我还有两个弟弟，总共我们加起来是八个小孩。哇，一家十口哎，那真的是对，所以他负担生活压力很大的。对对对对，这个经济上面压力很大。对，所以我爸爸那个时候就是除了在总统府的公职之外，他晚上还去联合报报社去兼职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说，一方面没考上好的学校了，二方面就是希望说去读军校的话，好能够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。哦，所以是因为这样子开始从军的。那为什么会一方面也希望到宪兵来了？就是因为啊，我爸我从小啊，就是寒暑假都是到总统府来玩呢。西门町啊，总统府，它里面有一个福利站啊，又有牙医，又有撞球台，又有乒乓球桌，嗯，啊，那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玩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，哎呦，宪兵很雄壮威武啊，就想到说，哦，大四的时候，宪兵司令部要来挑选，就报，就也刚好就到了那边服务了。那我出车祸的那一段时间，我刚好是在板桥宪兵队服务，是我担任中校监察官。哦，我也准备要子参的考试。嗯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你要通过子参的考试，然后受训，你才能够再往上去升上校这样子。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有规划我自己的军中的生涯。可是就没想到，有一次加班，下班的途中就发生车祸。当时你几岁啊？三十四。那时候刚跟前妻结婚，又买了房子，又买了房子，买车子这样子，结果发生意外是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当时？就是那一天，其实我就是加班呐、啊，那后来要准备下班返家嘛，是，就在那个思源路和二省道的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没有机车的待转左转区啊，所以你那时候是骑机车通勤。我是骑机车。那我刚好这边是红灯，突然变绿灯的时候呢，对方就是要抢着在汽车面前之前左转，那所以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我，就撞。那我是直视前面，我也没有注意到旁边有车子要转过来，我人就飞出去了，就撞后面的脊椎，胸椎就撞在中间的分隔岛，就是胸椎的六七节啦，那五节也有受伤到，所以我是以下是没有知觉的。那你当下就是
就晕倒了，就晕倒了，嗯，就不省人事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样子，完全不知道，直到我第六天动完手术了之后哈，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医院嘛，我在三军总医院，嗯，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医院的天花板，我说，哎，我到底在哪里呀？就后来前妻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说不出话来，说不出话来，因为我其实我的个性是我是很好动啊。嗯，很外向的个性，嗯，但是突然他跟了我这讲的那个状况的时候，那我说我是不是这辈子都要坐轮椅了？回到熟悉的家，一般人是休息放松的开始，但对于施用木而言，却持续有许多生活上的挑战需要克服。身心障碍者的不便。你看，我光是换一个轮椅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力气，这样很痛苦。幽默啊，之前啊和我是在总统府宪兵营啊，他是连的辅导长，我是连的副连长。所以我看他的时候，真的他又高又帅，而且非常优秀。而且啊，他当辅导长的时候还拿到我们全年的举光连队啊，所以他非常的厉害。所以他这个作业的非常的强。他的个性也算是很直、很烈的人。那我觉得一开过来说，现在心理调试非常困难。对我大部分常常都是一样。你可以想象一个本来都活蹦乱跳啊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，然后突然变成一个失去这个生活自理能力，然后有时候就会看别人的脸色，让等于就会让自己的尊严都丧失掉。就我们脊椎损伤者来讲，其实我们每天一醒过来就是要面对就是一连串的，你要说它是挫折也好，说它是挑战也好，其实都可以算是。因为起来之后您比如说你刚受伤之后，你要去练习怎样去克服，利用训练你的背力，让你的手背能够顺利的撑起你的身体，然后移动到轮椅上来，然后如何去推动轮椅，就好像一个特大号的小孩子一样，重新要再重新再来学习。这次车祸伤势真的很严重，光是住院呢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这个你刚刚提到说第一时间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，说然后想说我接下来就是要坐轮椅了吗？稍微明白发生了一个什么过程之后，您那时候是 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我这么尽忠职守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有做什么伤害人的事情，为什么会轮到我？对不对？我只是加班呢，我在单位里面加班，那下班途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对脊椎损伤并不是这么的了解，所以我就希望是不是借着复健啊，能够让我自己靠自己来行走，这样子不一定要坐轮椅。我那个时候很积极的做复健，我甚至于做个铁脚架，我在那个冷气房里面哦，走那个双杠，走到流汗了，就后来我那个复健师他就跟我讲，他叫我长官啊，他说长官，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啊，你是不太可能再站起来了。我那时候听他讲那个句话，我就哭啊。你毕竟才三十多岁的年纪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认为我的人生，还可以再更精彩一点。那车祸发生初期还是有一些治疗的作为吗？医生建议我说我的尿管啊，他就是说，那你是不是在膀胱上面开个造口这样子？就开完了之后，我马上受到感染了。我马上感染。高烧到42度，发冷的时候啊，盖三床棉被，用两个烤灯，然后嘴巴要咬的那个主板，哎，后来一量，白血球是700-800，哇，一般人都是8000-10000以上的，那我的就700-800嘛。后来病房本来是6个人的病房，那因为我这样子哈，因为我怕被感染嘛，对，就6人的病房只住我一个人。然后医生就是用最好的抗生素给我，他那个时候跟我前妻讲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抗生素不能
压制他的身体的细菌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嗯，这样子。那时候的痛苦真的是，那个时候我想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动，不能下床，要不然其实我那个时候想要自我了结。有谁在身边是可以鼓励你，或是跟你说点什么的吗？这就是说我就要讲，就是说，可能从小到大，当我碰到一些跨不过去的坎的时候，是。自然而然就有神的使者出现了，就有天使在旁边。对对，因为那时候隔壁的病房有一个高伯伯啊，他其实是我们海军的学长。那因为他年龄跟我差很多，我都叫他高伯伯嘛。是，他是因为一次演习的关系啊，造成了身上有大概有80%左右的烧伤。哦，80%。对，80%左右的烧伤。那他的这个鼻孔啊、耳朵孔啊，他都要插一个塑胶管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没有皮肤了，他不插塑胶管的话，可能这个会密合，他的肉会密合起来，所以他要插那个塑胶管，那他一步顶多只能走10公分而已，你看他从他的病房走到我那边要走多久的时间，他跑来看我，他来给我做心理建设，他跟我讲说他这个80%的烧伤他是怎么熬过去的，他是靠主，所以他是基督徒，对，他是基督徒，他靠主经过这个，他传福音给你，对，然后他，变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他还每天都在读圣经啊，这样子。你原来在听他说之前，你对于这个信仰有任何的接触认识吗？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啊，我母亲她是基督徒，但是因为我爸爸他不信，那我们家就是我爸比较大男人主义，我妈妈都是偷偷的去教会，那时候在浸信会，那小时候有时候我妈妈就会带我们去，我们去教会是因为教会有糖果、有饼干，有很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这样，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稍微的有接触了基督教，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又转到空军那个松山医院，到了松山医院的之后呢，有一些附近教会的妈妈开始多比较多的去看，对，他们就到医院来探访嘛。那有一次他来到我的病房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弟兄，我们能不能帮你那个唱诗歌，然后帮你祷告啊？”其实那个时候我太太她是不能接受了，我前妻她是不能接受了，但是我就跟我前妻讲，就是说人家要送祝福来嘛，你不要把祝福拒于门外这样。好，那他就每个礼拜。来对我唱诗歌。我要出院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，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很在意，但是后来我受洗的时候我才回想说，哦，这句话其实在我的心中已经很久了，已经生根发芽了这样子。她就跟我讲说，她说是弟兄，当这个祝福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要张开双臂对她拥抱，要不然她会擦身而过。哦，我后来受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对你来说，对对，它有影响的。那你后来在医院躺了多久时间？其实陆陆续续的时间大概有两三年左右了。因为我在三军总医院住一段时间之后，因为身体比较一些恢复了，恢复是说比较没有病了哈，那。痛的感觉有吗？痛的感觉还是有。我从86年6月6号出的车祸之后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一天是一觉到天亮的。我晚上都会痛，然后会跟我的脚会打架。因为我稍微伸个懒腰或者要翻身，这个脚就会抽动。你看我现在它就会抽动，不舒服的知觉它没办法传达到大脑上面。所以说。下半身瘫痪，所有的生活料理我们都必须要重新学习学习。对，我说你真的要离开我，你就直接跟我讲，我不会拦阻你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说实在我也没办法再给他一些什么，自己很多事情不能自理了，然后妻子也离开我了，那时候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是我孤独一人了。
祷告倚靠上帝，这是当年施庸牧人生陷入黑色幽谷，走出伤痛且展开第二人生的关键。有一天我们接到电话，接到不了他小孩子打来电话，就是大哥去医院，然后他都不说话，那我们送去看，就我那时候听到去看他，他就是好像就是因为是不是要签离婚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就也有封闭他自己，就那段时间是我们有点吓一跳，就好像他不大理人不讲话一样。因为我们事后去看他，听说他一直大家叫他，他都不讲话。绝望、沮丧、无助的这些种种的负面的情绪里面，真正能够给我们自己的力，给我们力量的，除了周遭亲友的鼓励以外，真正最大的力量应该来自于主的保守跟带领。他对我先生这个爱心，他也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这个人会变得这么有爱心？然后他来我们小组，真的就是大家非常用爱拥抱他，就是用爱拥抱他。所以他对这群基督徒的爱，他觉得很感动。慢慢的让他接纳自己的状态，然后走过那个死硬的幽谷，因为他遇到了严俊哥。然后把他带到教会，这个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。从一个三十几岁的这种在军中大好前程的一个大男人，到受伤之后变得好像这个自己也做不来，那个也不行，其实那个心情上面要接受都很难呢。很难很难，非常的去难适应他。嗯，那我又是一个不喜欢求人的人，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在家里头就是经常会跟前妻起争执，会发脾气。我甚至于我脾气大到那个保温杯哦，我会摔到地上，那个瓷砖都摔裂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脾气反而很不好，很不好，心情不好嘛。嗯，心情不好嘛。嗯。后来他就是他都忍受你这样发脾气吗？当然有吵啦。对。他也跟我讲说他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，为什么怎么样？回到家我要跟他这样子。对，回到家照顾你，你还要这样对他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跟他讲了，我说你真的要离开我，你就直接跟我讲，我不会拦阻你这样子，对，因为说实在我也没办法再给他一些什么东西。对对，但实际上真的分开之后，你自己心里头还是，就是很低落了，很低落，就是觉得说我这个样子，自己很多事情不能自理了，然后妻子也离开我了，嗯啊。那时候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是我孤独一人了，那就是在这个阶段，我就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就是我在军中认识的朋友了，他们是一对夫妻，先生是军人，那个时候是跟我一起在总统五线兵营服务的，我们在同一个连，我是副老长，他是副连长，这样，就同袍这样。他太太是我到了宪兵学校之后认识的，这样子，那。他们听说了我的状况了，是，那就想说先来 探望我一下。那探望的过程之中呢，他又跟我提到了，教会刚好在办一个读书会，就标杆人生那个读书会，那他问我要不要参加，我说可以啊，可是我出入不是很方便，那他说没问题啊，我们跑来你淡水这边，我们来跟你一起做小组的读书会，每个礼拜都要劳师动众，让小组的组员一起跑到我们家来做小组。你们那时候是住在哪边？我住在淡水，在淡江大学后面。哦，那大家那我们那个教会是在五股。哇，那有段距离耶。对对对，然后后来呢，我就讲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我尝试看看，我到五股去。就后来我就从我家到红树林，然后坐捷运到竹围，第一次啦，我只有自己尝试啊，从竹围捷运站到五股这样，我算的时间大概要100分钟左右。就后来我就把我的想法讲给他们听啦，就是说，那是不是我就以后我自己去教会小组，对，大家就不那么劳师动众了，礼拜这样子啊，崇拜这样子，他们说好啊，结果我那个弟兄啦，他叫姓史，史眼军，他以前是我们同在宪兵营里面同僚嘛，对，那他就说那这样子我
来陪伴你，跟你一起到五谷，然后再一起送你回来这样子。我那个时候心里头认为说不太可能吧，很远哎。对啊，而且他是骑摩托车骑脚踏车这样子啊、哦，嗯，骑脚踏车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礼拜一个星期我要去五谷教会两次，因为小组一次嘛，嗯，然后主日一次，主日一次嘛，嗯，那我来回两趟，对不对？那两天就是要四趟嘛，嗯，那他呢是先从五谷到淡水陪着我一起搭捷运，一起，对，一起到五谷，嗯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他又陪你陪我一起回淡水，然后他再回五谷，天，也就是我跑两趟他要跑四趟，我跑四趟他要跑八趟，这样子吗？嗯，而且我们小组聚会是晚上哎，哦哦，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会有人这样无私的来，因为哦，就是我以前在军中对他的观感，可能没有对他很清楚、很认识这个人啊。那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样子很愿意付出爱心的人。嗯，我那时候给我的感觉了哈。可是他现在坐在我身上的时候，令我诧异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人呢？他是将神在他身上的爱放在我的身上。嗯。所以我当时，我后来有，我也跟我太太讲说，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的。嗯嗯嗯，所以他跟你后来的这个在信仰路上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我都觉得他们是我的再生的父母。你说他们夫妻啊？所以他太太我都叫他安宁妈咪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是牧师。生活上面，他们有时候也会提供给你一些协助。会，我们只要有需求，他 7-11 24小时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是，坐游轮去日本玩，六天哦，结果六天结束旅程完了之后，回到家之后，哇，我们家焕然一新，你知道吗？焕然一新，他把我们家的墙壁全部重新刷过来。天啊！对啊，那个窗户他有你们家的钥匙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很非常非常的信任他，嗯，我就把家里的钥匙，他就自己进来帮你们刷墙壁，然后也没跟你讲了。对，他没有跟我讲，然后弄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子，嗯，哦，我那个时候真的好感动哦，真的是，我说，是怎么样的力量才让他愿意这样子付出？对。从为什么是我的心态转变成我要如何为主而活，石用牧不顾身体病痛全台跑透透，只愿有更多的机会为伤友发声。他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容易让他们会觉得厌世，有时候会想要自杀或是不想活这样子，但是他们会因为神的缘故，就是为了要荣耀神，所以他们就会愿意就是继续的承受这样身体的痛苦，然后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他这个转捩点也让我们觉得很感动，看到福音的大能真的就是让一个人从好像一场车祸，真的是一个很失望绝望的人，看来不幸的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好像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。他真的是一个开个玩笑，他是一个闲不下来，他很努力的去希望能够为伤友、为身心障碍者，甚至进一步为身心障碍者来去做奉献的服务的这些，他有这样的热忱。有些困乏的伤友有时候是给一些费用，有些是收一些物资，那当然也有捐一些包募款，因为他后来也到福人社，我觉得他当福人社的社长。印象比较深刻是我们办了一个就是全国的脊椎损伤运动会，我那时候很辛苦，压力很大，就是我们要准备很多事情啊，包括募款啊、办活动啊、做规划。那他也是就是都我们大家一起这样参与，很辛苦，然后去找人帮忙啊，做很多事这样。陪那些伤友们做那个手动的那种脚踏车环岛，他每次他是因为他也没有。在你其实他是要做前导，他骑摩托前导，可是他每次在前导的时候非常危险，有时候他在苏花公路那边的时候，有那个大货车大卡车过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就是差点就转不过去了，差点就是
就留在花莲了，就回不来了。所以他整个这个奉献精神呢，是我们我觉得我也做不到这一点。不过你刚开始跟着他从淡水大老远的到五股，不管是参加读书会小组也好，或者参加主日也好，你那时候去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？那个时候觉得，我觉得我要一辈子依靠这个主。安妮牧师他那个时候是传道了，就是问我说愿不愿意读教会的那个侍奉训练 学校。我说既然我接受了这个主，我就应该要装备自己，那我就答应了。受洗的时候嘛，我那个时候虽然心中接受主，然后我也愿意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，可是我心中难免还有一些疑惑，还是有问号的。这是可能就是理性胜于啊，那我就觉得就是说，主啊，你要用我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在好好的时候用我呢？为什么要我坐轮椅才用我呢？那你要我受洗，为什么要那个时候我是42岁嘛？为什么要到我42岁的时候才让我受洗呢？结果神很厉害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也是车祸受伤的，然后他是颈椎，颈椎的意思就是他全身是瘫痪的。那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呢，去给他做辅导，做一些心理建设，可是没有成功。是为什么没有成功？因为你们都好好的，对，你们完全不知道我有多苦。他感觉你不是我，你不知道我。对，就后来我们教会的朋友就讲说，那幽牧你要不要去试试看？我说好啊，当然啊，这也就是我后来要走脊髓损伤这个社会社服团体的原因之一。那我第一次去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眼睛真的很大看我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身上感不到生气，就是很颓丧，很那个啊，那他就一直看着我，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来看他。我就把了我一些的经历讲给他听，然后神在我身上做的工告诉他，我说你也是可以，你只要愿意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就是说那你如果真的觉得相信我讲的话的话，我是不是来帮你上那个慕道班的课？就是踏上又真又活的路。那里面是10个课嘛，10个课程。那我就说我分每一个礼拜来跟你上这个课。那上完了之后他就受洗了。你把以前那个弟兄对你做的事情陪伴啊，然后到你家里啊，对，跟你聊，现在我把这个爱转移到他的身上，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在你这个状态用你了。对，如果今天我不是坐轮椅的话去看他的话，他一样不会接受嘛。是神讲的话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去愁为什么我这么晚才受洗，而是说我应该要想我应该什么时候来为主做这个工。但你对于你之前发生意外这件事情也就心里头就过去了，你以前也会问说为什么是我。我在这个社服团体脊髓损伤的这个团体里面，我能够做很多的事。比如说我现在有担任一些中央部会的委员，能够帮助到更多人。对，我就是想要为我们这些弱势的身心障碍团体争取一些他们的权益。这样子。对，环岛是特别怎么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脊髓损伤协会担任理事长，那时候就是说，有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啦，这是我们脊髓损伤的一些伤友要组成一个环岛的团体。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去挑战看看。那时候我快50岁了。哇哦。环岛的第3天我就吃坏肚子吃坏肚子。那晚上我要处理嘛，那跟我同房的那个年轻人他们体力很好，所以我环岛已经都快受不了了，他们还去唱歌啊什么的，那房间就我一个人。那我拉肚子，我就想说要到厕所里面去处理。我们处理都是移位到马桶上面去处理嘛，才能处理轮椅上面的东西，然后处理身上的东西。可是因为我那个轮椅是旧的轮椅，它的刹车不是很牢固。当我要移位到马桶上面的时候呢，它松掉了。
我就整个人跌坐在地上。哇！我试了好几次，大概有七八次的试，这样没有办法，怎么样都爬不上来。嗯，因为他那时候的厕所里面的无障碍的设施设备不是那么不是太好的，好，嗯，不好。哎，我突然神就在这个时候告诉我，他说你是读过侍奉训练学院的，你受过洗的，你是我的儿女，是我的门徒。你怎么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没有寻求我呢？嗯，我那个时候就坐在地上，嗯，我就祷告，嗯，我就跟神祷告，嗯，我说求主你赐给我力量，嗯，让我，因为我那个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灵的嘛，嗯，没有房间又没有人，我手机也没有带进来，嗯，我祷告完了之后一次哦，一鼓作气我就坐上马桶了。哦，我就能够解决我的事情了。这不是来自于神的力量是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七八次试完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，嗯，可是居然在那一次我可以上去。之前会觉得就是你受伤会觉得说好像祖宗十八代被诅咒了一样，对，哦，然后信主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是宝贵的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嗯，洗手做羹汤，为心爱的丈夫施用木预备美食，下一奉再辛苦都甘之如饴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当年她因着爱放弃公职，与丈夫在同一个信仰中同心扶持。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两个人的时候，很多东西生活上很不便利，比如说洗衣服。啊，洗完衣服要从洗衣机拿出来都是很困难的，而且他们两个人上个厕所洗个澡每天就要花三四个钟头才能处理完。他们最让我感动的是啊，幽默往哪走怡凤就跟着走，对啊，而且这件事好像夫唱妇随，而且他的全省哦跑透透怡凤都会跟他走，哎，就非常这个佩服而且非常欣赏他们这点。有一次他们是为了金门的无障碍空间，幽默还跑到金门去，就是我觉得他们虽然身体有很多的不便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心是健康的，所以他们一样可以夫妻出游，然后夫妻一起拥抱同样的意向，想要祝福这个族群的人，然后夫妻一起为这个族群的需要来努力，都是让我觉得很宝贵。我觉得神良这样子的一个婚姻让我觉得很宝贵。怡凤对幽默哥的那种爱哦，真的是由浅然后到 越来越深沉这样。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委屈，但是呢他都会学习自己去交托给神。有一次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讲到一句话，我就觉得蛮感恩的，就是说他找到一个秘诀啊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神。哇，这一句话真的威力蛮大的，他可以把他所有的情绪都消灭掉这样子。在过去有受伤之后呢，这幽默哥因为离婚一度他的生命是陷入到低潮，不过后来神也为他做了预备。他太太姐来到我们现场，欢迎怡凤姐，你好。是，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？嗯，应该算是同侪之持。同侪之持，对，嗯。然后我是在台中，他是在台北。嗯，那我们的会员大会他来台中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会员大会都是脊髓损伤的这个伤友人。他是台中脊髓损伤协会，我是台北脊髓损伤协会。嗯，那他们理事长因为跟我的交情，就是说要邀我去参加他们的会员大会，嗯嗯，然后后来就认识他。所以可是参加人很多啊，嗯，哦，当天参加的时候有特别的互动了吗？要不然这么多人。就是他们理事长就是很高兴我去参加他们大会啦，嗯，然后就带我到每一桌每一桌去敬酒。到了这一桌之后，他就特别讲说，哎，这是我们的常务理事夏怡凤小姐这样的。嗯，然后那时候对我的
给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一点。可是他是蛮怎么样？没有啊，他很贼啊，他都是假日打电话给我说，那你怎么没有出去啊？对，然后他就知道我有没有男朋友，或者是很贼，用这样方式套话就对了，就继续试探他啦。然后也从那个认识他的一些商友去了解他的状况，从旁多了解一些他的，旁敲侧击一下，对，问人家有没有男朋友，不直接问，想办法绕一圈把人家话套出来的。你自己原来对于婚姻啊这种想法是什么？因为毕竟都不方便嘛，有时候发生意外又是坐轮椅的状态，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很难去想象。其实起初他是不婚主义。哦，你原来还不婚主义哦。因为他也觉得说把自己照料好就好了。他家里其实当初我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他家里都是都排斥啊，不赞成的，不赞成，他们会觉得很辛苦。但是我妈妈她基本上她觉得感同身受和身临其境还是有差距的，那她会告诉我说，如果找对象还是能够就是一起成长，然后一起心灵的那个寄托这样子。主要就是你们很懂得彼此都经历过什么了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对，我是1980年1月，那我是被酒驾撞到。你那时候是多大年纪？22岁。才22岁。对，那我也是因公哦。对，然后我受伤的过程就是从希望失望到彻底绝望。对，之前会觉得就是你受伤会觉得说好像祖宗18代被诅咒了一样。对，然后信主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是宝贵的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那我来到教会之后，我觉得就是无所求的爱，就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教会的人都会及时伸出援手。然后我都会跟我母亲分享，然后我妈妈都会告诉我说，其实他们给你的爱胜过家人给你的爱。对，那个是你直接很有感受的。是，所以你也进了教会后来。是，那是因为要嫁给他。因为其实他们家是很虔诚的佛教的家庭啊。那后来认识他之后呢，在交往的过程之中，我就觉得对这女孩子有点兴趣了。就是希望她能够成为我未来的伴侣。但是我有跟她讲了，我说你如果继续这个信佛教的话，那圣经里面讲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嘛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信主啊，那你也可以借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认识一下主。可是就你来说，你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，其实原来是没有想到还会有第二段婚姻的可能，对不对？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想了，也不想，我不想了。这直到遇到他之后，我觉得不是这个有一个经历，就是讲说，因为我们牧师啊，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了，他说，你既然决定啊，你要全人贡献给主，为什么独独在婚姻上面你不能接受他的安排呢？我们牧师跟我讲了这句话了，那我就觉得有道理啊。那如果我真的有碰到一个适合的对象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啊？这样子。所以在你们的婚姻过程，你其实也祷告。对，对对对，我也希望神能够赐给我一个好的礼物。我要来台北的时候是放弃工资，我没有领到退休金。他在台中是公职，然后放弃工资。那我来台北，就是那时候我受伤的时候，我只想活到40岁。但是我40岁的时候，我又求说我要为这个社会贡献，反正我都已经活下来。那人生的上半场是成就感，那下半场是价值感，教会都是这样子。那我就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的话，那这个社会会比较和谐，所以就放弃了。那我们就到协会服务。那去年8月我就退休了，因为我们希望传承。但你们原来在协会服务的时候，你们好像也办了很多活动，还有这种很盛大100人的耶。每一年都要办一次会，全国会员大会。
每一年他要开一次团体会员的代表的大会嘛，那都集中在中部的县市，嗯，啊，南北都要到东部去。那办这个大会很花钱，很烧钱的，嗯，那都是他在努力的去跟厂商，哎，或者是去募款募物资，嗯，这样子。我们办一次大会完结束要十几万，哇，嗯，对，那那些物资啊，他募的很多，我们那些去参加的代表都觉得很高兴，嗯嗯嗯。夫妻一起办活动共事会吵架吗？还是会觉得这难免啊。但是他说实在，我讲一个例子啦，因为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他电话里面声音很柔和啦，那我们那个同事就说，哇，你太太很温柔，讲话很温柔哦。我说对，这才是他聪明的地方，柔才能克刚嘛，刚怎么克刚，只有柔才能够克刚嘛，绕指柔才能克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是他聪明的地方，对，神都帮你们配得好好的。所以即使有争执啊，我只要坚持的时候，他还会是尊重我的决定。这个神赐给我的礼物，我很珍惜啊。嗯，他都超出你所想的。对，那所以我为什么我昵称就叫他宝宝啊？为什么叫宝宝呢？就是他是我所有的宝贝中的宝贝哦，所以我叫他宝宝这样。神给你的宝贝中的宝贝。最后有没有一些鼓励分享话要给我们观众朋友的？太太先好，我们先生帮我们做个结尾。神造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那我也希望就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只有自己放弃心里长存的温柔，然后就是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我们受试探大于所能过的。那在受试探的时候，他会给我们一条出路，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那这句话就是我八年来就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我就坚守这个，对，这个信念。那没有人能够让你感到自卑，除非你允许他这么做。真的，对。神都不是这样看我们的，对，就是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其实真正的选择是比你努力还重要的。你要不要去选这个一生最美好的祝福，让这个祝福临到你的身上？就像那个松山医院的妈妈跟我讲，对，当这祝福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如果不张开双臂去对他拥抱的话，这祝福就走掉了嘛，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自从我信主了之后，我就觉得神在我身上的都是恩典，都是慈爱，都是祝福。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的把握？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祝福？对，你愿不愿意接受它？你有没有做这个最好的选择，最恰当的选择呢？这才是你一生的选择。这真的是最好的祝福哎！好，放在我们今天这最后的结尾，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？我们要不要选择接受这个祝福？是是是。好，即便人家看哇，发生了意外，好像就要坐轮椅了，但你接受了这个祝福，从此你眼光不一样，你的生命会走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，是充满祝福的路。人家看都不明白为什么。对。所以在这个神的恩典之下，我们虽然用残而不废的身体，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为主做很多工，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，我们只要碰到机会，我们就会传神的福音。所以就是又呼应到圣经上讲的，在你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。是是，谢谢，谢谢两位今天分享，谢谢。朋友们，当我们听完雍牧跟怡凤的见证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呢，你不得不问说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呢？因为没有人计划在人生里面呢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意外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也找不到答案。但是许多的人呢，就是卡在就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一直纠结在其中。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说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子发生，但是我们人就要为我们的未来做一个决定，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生。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见证里面，这个雍牧呢，他的朋友的缘故向他传福音，
以至于他有机会真正的来听到这个信仰，甚至经历到这个神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。所以信仰进到他生命里，以至于他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，他选择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。他可以去问说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，或者是他可以选择，既然发生了，我怎么样去使用那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遭遇，去成为更多人的一个帮助，甚至是一个祝福。而上帝不只介入帮助他的人生，而且也给他另外一半，这个怡凤进到他生命里，两位的一个相遇是上帝的一个安排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很多的时候呢，你不一定发生同样的事情，但是你仍旧一直不断的在问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，这不是我要的。但是朋友们，是不是你听完今天的见证，你也愿意邀请这位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？其实生命许多的一个转折，很多时候不晓得为什么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前面到底是要去哪里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是不是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有一个祷告，来邀请这位耶稣基督进到你跟我的生命里，让他来引导带领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自己以及他人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是垂听祷告的主，还在为许多的朋友这时候在他人生里面可能面对极大的难处，不晓得该怎么办，甚至很多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，阿爸父啊，恳求主你亲自安慰这样子的朋友。主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，也不晓得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子发生，但是阿爸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救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生命是有出路的，让我们生命是有盼望的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邀请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，进到每一位正在跟我祷告的朋友的 生命里面，进到他们心里面，成为每一个的救主，而且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每一步路，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谢谢主，你总是垂听祷告，特别在这边要祝福每一位现在跟我一起祷告的朋友们。谢谢你垂听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。